啦吼，当晒过水分蒸发可能放几哦，咱要注意内底子吼。第三款呢，即款是上重要一款，因为搭配着烤地子，芝麻半滴，啥人讲呢？爱加热，人你讲爱擦几过啦，擦到软软烧烧 Q Q 高，保持水流来。然后请问大家哦，咱若温度调愈悬吼，煮的油会愈侪，请问安怎好？唔对。要两扎。会哦，伊种生活来破坏，哦，所以讲吼，咱农会用这低温40度、60度，这煮出来可能有保留上济营养成分。你若外口生意人咧，都拢为着这煮较济可能，拢是用高温放落锅。你放放落锅的高温一定会走较济油出来，煮较济油出来。但是呢，迄营养成分来破坏，所以讲吼，咱若要食好油，高温较好，低温较好。对，低温较好。啊，无人会晓分高温甲低温哦。我拢会用，甲我拢会用，我你敢知？那我教大家一个技巧哦。咱要买油时阵吼，咱是看颜色。你若色愈深愈重，就是高温差距较过火，你只个色会较重色。橘色、深褐色，拢是高温嘞。咱若低温的油吼，甲橄榄油同款，两样粗壮，第一道最影响的拢是这